来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写一个版本。然后把它们记住了，我这里面存的是什么？对象吧，是不是存对象啊？存对象显然不好，你把一个大大对象存进去，是不是嘛？好，我们这里干嘛呢？来，存字符串，来改了，在哪里改？Similar 的 context 吧，把这个改成字符串。这里面我存什么东西呢？存包名点类名完整路径。还有 server 对吧？存字符串，好吧，所以全部改了，改成字符串。改成字符串了之后怎么办呢？待会我们就讲一个东西叫反射。没问题了吧？好，所以这一块我不能直接 return 这个东西了，是不是字符串呢？这里面我们就 put 一个字符串，对不对？比如这里面 login servlet 把它拷进来。点什么？Login Servlet 吧。好，这里面我存什么？存我的 Register 吧，是不是 Register？这能不能看懂？存字符串。然后我们这里获取的时候，这里面我们先预留在这里，好吧？预留在这里，我们根据字符串。创建对象，当然这个字符串是什么？完整路径。创建对象，return 一个空，好吧，return 一个空。这里面要讲点东西了，来往下看。反射，什么是反射呢？在运行期随意改变对象的类型，这个叫动态语言。比如说 Ruby、JS 等等，Java 不是动态语言，但是具有动态的特性。记住了，我是要在运行的时候创建对象吧？它就具有动态的特性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它一个动态特性，叫反射。注意了，我这里只做一个了解，好吧？不会详细的讲，我用到什么东西我就说什么东西，听懂吗？来看这里面，怎么理解这个反射呢？什么东西具有反射功能？是不是镜子啊？对。你站在那个镜子的门口，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结构吧？是不是自己结构看得一清二楚啊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。在 Java 里面，这个反射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什么呢？保留了你这个类的质检码信息。能不能听懂？类的质检码信息，我们原先在编译的时候创建对象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在运行的时候创建对象，反过来了吧？在运行期动态的创建对象、分析对象，JVM 在创建时自动生成个与之对应的 class 对象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射的源头，听明白吗？class 对象，同一个类的多个对象，在 JVM 中只有一个对应的 class，一个类多个对象，那它的结构是不是只有一份呢？就没必要创建多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 class。可以看成类的元数据，每一个对象在创建的时候都有一个对应的 class 对象，明白吗？所以同类型的对象对应一个 class。获取 class 对象有三种方式，第一种，如果你有对象了，你拿出它的结构；而第二种，你这个类已经是编译好的一个类，你可以类一点 class。第三种就是我们最常用的，通过你的完整的路径，就是完整的类名，用什么呢？用 class 点 for name 来看一下。好，比如我写在这里吧，写一个 reflect。就我这里讲的，只是讲反射的一点点东西，好吧？反射还有很多东西的。来，类方法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字符串对象 str，我这个 abc，我如何获取这个 class 对象呢？注意大写的 class，好吧？来，第一种方式，对象点。get class，来，我们来 class，这里面我写个问号都无所谓，好吧？clj 等于什么东西呢？str 点 get class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方式。第二种方式，来，通过类点 class，clj 等于什么？string 点 class，能不能看懂？用的最多的就是通过字符串，好吧？完整路径 class。点 for name，然后这里面来个 Java 点浪包点字符串吧，看到了吗？CLJ 也可以获取这个源头 slows，这是我们获取源头，好吧？说白了，你就拿到了这个结构的信息吧。
就是 class 对象，我们把它称为源头。有了这个源头，你就可以干嘛呢？创建实例。来 ，demo 02，有了这个源头就可以创建实例。当然还可以动态的调用它的方法。这里面我们只看创建实例，这里面我们只调用空构造，其他的构造也可以调，但是比较麻烦一点。我们这里快速的把它过一遍，明白吗？来，比如这里面我们调是哪个呢？是不是调的这边的东西啊？好，我们这里写一个来 ，class 点 for name com 点北京上药堂点 server demo 03点 login servlet， 它能不能创建对象呢？先写个源头吧。好 ，clz。接下来我们调用空构造，调用空构造哪个方法呢 ？new instance。来 ，clz 点 new instance， 注意了，这个方法一定要确保空构造存在，好吧？它是一个 object 类型，进行强制类型转换，转换成什么？转换成它的父类，转成 servlet， 能理解吗？好，转成 servlet， 来，到这里 str 等于。然后呢，那我们刚刚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一个返回出去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对象是不是有了？是不是那么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是用它，听明白吗？来，所以在这一块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 Web APP 里面我们进行更改，这里更改吧。我们这里面可以通过它拿到它的完整路径吧？对。是不是通过它拿到完整路径呢？所以在这一块来，我们把它变了。变成什么呢？我们先把它的名称拿出来 ，name 是什么？这一块东西都是它的 name 啊。这是不是它的 name？ 我存的字符串嘛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然后接下来 class 点 for name， 把 name 丢进去吧。new instance 是吧？再 return 出去 ，servlet， 直接 close 了。看到吗？我们有了这个路径，我就可以在你动态使用的时候干嘛呀？创建这个对象，明白了吗？很简单的一个东西。来，再运行一下。注意了，我这里存的都是字符串了吧？好，我们再来运行，来看看刚刚的是否有用呢？这是我们的登录，对吧？好，登录里面很明显，这里面会干嘛？来，一登录，来登录失败吧。好，我们只能说什么？北京上学堂，一二三四六，是不是登录成功，达到了这个目的吧？所以他们就了，凡是在运行的时候啊，加入一些动态的特性。我们在我们的 Web APP 里面，你看如何创建这个对象呢？先把你的完整路径匹配好吧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根据这个完整路径干嘛？动态的创建对象。注意这里一定要什么呢？确保空构造存在，好吧？能不能听懂？确保空构造存在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。来，我现在加一个类，我的这个功能加一点，你这里要改一点吧？加一点是不是要改一点？很麻烦吧？那我就需要什么呢？就加一个这个文件让你来配置，这就我们待会要讲的东西，修改这些东西，加入配置文件。否则的话，我来一个类，我这里动一点，来一个类这里动一点，多麻烦呐！我这个类，那我每次改了是不是得编译啊？那你改文件是不是好多了？文件它会解析吧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先把这个看一下。